就算是台积电这一个世界级的公司，它的晶圆也有不良品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为了要护航这个疫苗的事，还去扯什么实际是中共通路的？这已经够笨了，是吧？你现在扯台积电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台积电高层的，一句话就把你封掉。新竹市立棒球场前段时间已经启用，我也趁这个机会跟大家报告，做了不好，我们就是把它做到好。棒球场过去讲了二三十年，过去讲了二三十年，没有人做得到。我努力去跟中央争取经费，我们虽然启用的时候有一些情况，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，一百件、一千件、一万件的工作在做，总有一项可能做不够好，做不够好就是应该改进，把它做得更好，大家说是不是？就算是台积电这一个世界级的公司，它的晶圆也有不良品，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哦，刚刚讲的哦，要爬出一个坑，再掉进另外一个坑。那时候他为了要护航这个疫苗的事，他去扯什么实际是中共通路的，这已经够笨了，是吧？你现在扯个台积电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台积电高层的，一句话就把你封掉。我说我们台积电不会花12亿的成本做2亿的产品。现在人家不是打那说有瑕疵什么，是说你这个什么工程会这么大嘛？这才是今天他被打的地方。那当然另外一个才是说，那你花这么多钱才做不好。那所以是这样的，你今天去扯台积电，台积电来台湾的护国神山的，所以是这样的。那一句话是不要爬出一个坑哦，再掉进另外一个坑，这个越扯越大，你知道吗？敌人越来越多。